我现在呢在松山机场的候机室，等等呢要搭飞机前往北竿。现在候机室的广播好像从来不会停下，所以背景声可能会有点吵。那我们现在就等待，就是登机的时间到，准备出岛喽。去白沙港。等一下，预计要搭船前往南竿，然后坐船到南竿的话呢，船票是160还180，我看一下。船票是160块，等待等一下9:30的船，然后就要出发往南竿的方向前进哦。机车行领我们这两天的机车，我这次选择了是在码头附近的彬彬有礼租，一天是500块，24小时计。刚刚终于取好车了，现在要出发啦。坑道里面呢，其实现在是妈祖酒厂放酒的地方，一进去就可以闻到很浓的酒味，光闻就可以醉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离开八八坑道，往下一个地方前进。餐以一个女生来讲，食量算差不多，就是会饱。然后我们现在呢，就顺着路来到了这个牛峰径，走走绕绕。
现在在整干带弹纪念公园，只要看到这么大的题字，就代表说你走对地方了。那我们就进去逛一下吧。的店家老板都有推荐我一定要来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个点拍进来了。那我们就一起进去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之后呢，来到了妈祖的宗教文化园区。就可以到这个祈福坑道的出口，然后也发现这里好像是另一条可以往巨石像的森林步道的感觉，往那走可以往巨石像的方向走，但真的太热了，所以我决定原地折返，所以我们从坑道再走回去吧。来到了北海坑道。GoPro 没有拍到，但是现在水里面真的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的，都是亮亮的，而且真的是拨一拨就会越来越亮，很像有很多小精灵在水里面一样。
刚刚把机车停好咯，然后呢，现在慢慢的往今天的住宿地妈祖一号青年旅馆前进。完成 check in， 也先把车子安置好了。来到了金沙聚落，想用走路的方式来绕绕这一区。走到了制高点，从上往下看下去的金沙聚落。就是现在的闽东建筑的保护区，今天我就住在那一区，然后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海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